来吧，展示。没人压了呗，差不多了是吧？封盘了。最后再跟这个不能的观众说一说，不多劝，就两句话。第一句话，自己看看兜里还有没有豆。第二句话，如果有豆，压点能，以后你一会儿你还能少输点。就这么多，再给你们3秒钟，3秒钟以后过期不候了。3、2、1，哎，没人压是不？行，别后悔，老妹儿，别后悔，可别怪我冷血无情。好，来，2王4个2，不睁眼睛，睁眼睛就是2王4个2。超级加倍，叫地主，纯洁名牌，不叫，不叫。还不如上一把。哎呦我操！哎，感觉还行啊。不叫，你不叫我叫了。不叫，叫地主。不加倍，不加倍，加倍，真狂！老弟，你可真狂啊！连对，4-2，4-2，我这2个4-2谁能赢我？我就问问你们。炸弹。真行，这牌真行，两炸，不是顺子，看懂了吗？两炸，他敢出一个单儿，我就立刻就赢。四，完了，我赢了。五，我赢了。八，我真赢了。二，给他一出子，炸弹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过，还有个王炸，完了，过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顺子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要不要？完了完了，对四，哎呦，完了完了，这是真完了完了，过，完了完了，过，这完了，对勾，哎呦，我你，我现在一张牌了，哎呦，他有个王炸，要不起，不要，大王。嗯，结束了啊，那个结算了啊，我也纳了闷儿了，这连胜有多难？你们心里还没点数吗？怎么还有33万豆能压我能呢？都咋想的？那必不能啊，真有意思。咱们重新再来一把，变成能不能胜，好不好？能不能胜，这就不难了吧？这就不难了，这回认真玩。这把牌不好，你们也看见，不能怪我，我也挺委屈的。委屈，你们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？我一会儿又能开9个箱了，但我不用不用开。明天是双倍亲密度啊，不能开始下一局，等你们压完豆儿，怕你们不知道。不行，你们肯定记不住。算了，现在你们像我这样的主播真是不多。明天是双倍亲密度哦，明天是双倍亲密度哦，明天是双倍亲密度哦。明天是双倍亲密度哦，行了，这你们肯定都知道了吧？这要是不知道就过分了。封盘了，开始了，要赢了。完了，不一定完。叫地主，你凭什么跟我抢地主？不抢，不抢。哎，你怎么不抢了？不加倍，不加倍。加倍！哎呦，这个人还我！飞机不是这个人啥意思啊？他，我操，我牛逼死了！你们看看，我老牛逼了！过，让你们看看心理学大师，真的，我让你们看看心理学大师。炸弹，没事，过，要不起。顺子防管群，我在防，这活动
房管群都知道。不要。完了完了完了。过。啊，这不是完了。哎，怎么先赢一把？四打二。好气呀、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这两天斗地主这么菜呀、啊？我前天不是很牛逼吗？说。S 输。疯。喂。喂。哎呦，魔法少女上线了。是我的两个好姐妹吗？哎呀，行吧，今天就是你的好姐妹了。这个怎么玩啊？我进到什么 E-Pack 里了？你怎么来找我呀？嗯，你先把新手教程打了。新手教程吗？没有新手教程，我直接就是起手就起飞。别，他强制打的，你先登进游戏。强制打，必须。不可能，他凭什么让我打？他不知道我本身就是魔法少女。他说如果不打就不是好姐妹了。行吧，对，行，那我打一下。嗯，他还没进去啊？谁没进去啊？谁没进去啊？这个游戏我问你，斗地主是不是叫早餐？什么？叫早餐？什么东西啊 ？SPELLBREAK 不是叫早餐吗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是那个啊。哦，是叫早餐，叫早餐。就哦，这个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一个用法，一般是这种英语水平特别高的人才会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真的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。我也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是一张刮目相看啊。肯定不是叫早餐，你们俩这个话里话外感觉有点阴阳怪气的。叫。风铃般的早餐，谢谢喵喵和小阴阳怪气小土呀，不可能吧？我四级了，能直接打，来吧！我跟你说，这真的叫早餐，它是，而且它是那种就是，它是那种特别非常特别的叫早餐，就是 SPE， 你知道吧？嗯 ，special SPE 这个词根是就是特别的意思。对，是啊，特别好吃。对 ，ELL 是古英语当中的吃，就 eat EAT， 但是古英语中。它有一个形式是 ELL 后面怎么拼的，所以 SPELL 就是叫早餐的意思。是不是我其实说的是英语的古语啊？对，就是一般人啊，对英语了解的不会那么了解的话，都肯定不会知道有这个含义的。一般是你甚至不敢相信，在这个世界上居然发现了小僧这样的活化石。要主修什么古英语文学到硕士这个阶段。再往下细分的一块领域里面才会接触到，真的吗？英语界的甲骨文，真的。我要不是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，他跨学科，他本科真学这个的，他跟我普及了一下这个知识，我不然是真的不知道的。你这么不可能，你就在这给我骗我，我直播间观众说你们在给我扯犊子呢。拉回到了，说你耍我，多年前回到了。念书的哎，蒲云星，我问你，蒲云星，早餐英文怎么拼啊？Breakfast 怎么拼 ？BREAK， 哎呀，这不就 BREAK 吗？对呀、啊，没错。但、啊、不，你这那个叫你不严谨，这是早餐的餐字啊，不是叫早，这是叫早。对，不是，这是餐，这个 break 是餐，叫餐、哎。对，这是餐。我操，那就是美团呗，这个就是。就是饿了，就是饿了。饿了。哦。这是餐，买不起。蒲云星，这把我就让你看一看这个游戏里最猥琐的魔法少女是谁。真的吗？最猥琐的隐身流魔法少女。我就是猥琐的马猴烧酒。马猴烧酒啊，乐迪就干他。怎么马猴少就也到你那儿去刷不少礼物是吧？切，不信你没文化，你是不是都不知道马猴少酒是啥意思？是啥意思？马猴少酒就是日语的魔法少女的意思。所以蒲雨星，我今天一开始说我是个马猴少酒的时候，你就误会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哎呦，蒲雨星啊，你可学学、哎、学学。多国语言吧，多学点二次元的东西吧。哎、你怎么跟室友聊天以后，哎，啊，原来是这样吗？我原来有错怪大家了吗？哼，是的。旁边点东西，必须补的。大家都在弹幕上说你没有心，没有心，不会吧？出新东西了，就今天新出的，牛逼啊！有人堵我，暗影不服，就这对，暗影不服而就引。哎呀，我怎么说呢？
就说不清楚。新出的，新出的。我去，看翻看的不。倒一个，倒一个，这边倒一个，快点！是倒的是你是吧？是我倒的。我们圈吧，走吧，进圈，进去不要指标键。哎，有人打我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你跑一跑，跑一跑，稍微跑一跑。哦，是毒打的我呀！我没看，你看地图是不是有问题？不是，是有人打我。有有有有，还有风的，有。但是无所谓。哦，你隐身呢？我不隐身，等会儿不隐身。我像不像超人在找那个电话亭？隐身以后我再出来去打他，打完他我再去找电话亭。你看着他了吗？没看见。那你隐身都结束了。确实没看见。耶、yeah ！你这站在火里啊！都拉瓦解了一个火。哦，没有没有，你这葫芦瓦解了我。我是被烟葫芦打死的。好好好，他能想到我隐身了吗？我又隐身。你们小心啊！我又隐身。我找药呢，我不行了。哎，谁别谁送我礼物呢？谢谢马猴，咱们是不是可以先猥琐，一会儿再跟他们干呢？等等，这个人容不得我猥琐。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。哇！哎，我滚你啊！我是不是得跟人家起飞呀、啊？刚才在对方的视角里、啊，嗯，我就对方的那个屏幕，整个屏幕里都是你。这什么啊？阿普，阿普，你有没有机会抬我一手啊？阿普倒了，我已经没了，哎，没了。哎，阿普，你也变成金豆了。我也变金豆。来，咱俩融合一下。不是吗？咱俩融合一下。拿搞一搞啊！我能救你俩、哎。阿普，你现在是个行星，我是个卫星，你看。现在活着的就剩两三个了，牛逼吧！剩你公转呢，应该剩一个，应该剩一个。靠，少将了呀！你是他自转吗？他公转，我就吃鸡。哎呀，我们吃鸡吗？老母一个人打了七个。哇！哎，等一下，我想问一下，火术是造成多少伤害一般？200到150，我远超于他。可以。我想问一下，那个叫做 E A Z I N O N E 的观众，为什么放什么放刘胜明？202，超过火术老师了，超过火术老师了，我远超于火术。